家好，我是小提心。现在呢，在香港荃湾菜市场，一起看看街头的风景吧。这里有个配钥匙的摊位呢，很古老的机器啊。老婆饼、凤梨酥、豆沙酥4元，蛋黄酥、皮蛋酥4.5元，价格实惠，味道不错。火龙果20元5个，山竹30元2磅，巨峰葡萄20元1磅。各位家长，等紧时间又嚟啦！依家我哋嘅海鲜新鲜靓烧肉全部一笼买紧啦，要买又平又靓新鲜猪肉就快啲买啦！荔枝王50元3磅，龙眼40元2磅。新鲜猪肉就快啲买啦！这里音乐响起来，氛围马上就不一样了，感觉挺热闹的。大家大包小包的买了一大堆东西呢，满载而归了。泰国金枕头19.9元1磅，剥开剥熟。现在是吃榴莲的季节，在香港榴莲的价格算便宜了，品种不一样，价格就不一样。菠菜18元1斤，芥蓝12元1斤，菜心18元2斤，小青菜20元2斤，1斤46两的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喜欢的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来波强烈推荐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